感染阴影。对，我们上一次是在两年前，那时候两位是第一次来啊。然后两年之后，真的改变非常大。我觉得两位在这两年当中做了很多的事情，长大了，对吗？啊，我觉得变化最大的是莹莹。刚刚我跟邹市明说，那时候邹市明那个很红嘛，莹莹是我第一次见，好是乖乖女。现在呢，让邹市明说，哎，但人红是非多啊。然后现在又在家里面是领导，在公司里面也是我领导，我两个儿子也是我老板，所以说我现在的地位，是个水涨船高，但是在他们的这个家庭里面，我还是永远是最基层的。听明白了，两年之后地位不如从前了。静姐，我特别感谢我们市民哥还有这个莹姐哈，我录近距离这么久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